定无风。新竹征收起来，木匠奴扣出江龙之意，出力现场一片木人。有十分好，你是在讲什么？简单说，为天发誓，无所不得。我苏明明在用天赋七关上为他消灭武器，难道这个方法有误？正晓此其在福建的铁来火枪，难道军宏天所说有误？也许他说的无错，但是这个方法有着风险的存在，是。你自己看吧。你不停止转移处，将人留在此地吧。你有何居心？我相信心毒清扫应该是大嫂自己指定，这是不错。既然你选择了最后的归处，小奴便将他安置在此。你共产是技术吗？人死为大，难道你要带尸体东奔西走吗？是。一口佛碟，就还你带回佛门。方才我提起佛碟，发现了难以抹灭的邪气。好，这个盔甲，这应该是当初以陆地骨折留下的痕迹。为了这个印，对佛碟有了影响。不减虽少，但佛碟必须传承下去。这点我比你更清楚。将佛剑粉碎留在此地，心中征召可开方便之门。虽然听得真未爽，但是算了，好好洗净佛碟吧。我知。哦，剑粉碎当真的死了，当真被封剑，此地之仇自相结悔，当日之仇。我必将讨回。不减大嫂辛苦你了。接天而上，银河倒下，千山天幕，人间绝境。晴天当当湿湿，只是了辛苦嘛是未歹。朋友，是你为何来到此地？不知其要我前来相助，也要太多你了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哈哈哈！又是你，看来手已经接好了，恭喜哦！这次你一死不可，第三次了，实在是傲气脱鼻。哈，无论怕几次，结果拢是一样，死猫怀疑哦。啊！现在这是不同的结果。原来你是顽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定我性命，暗流急用，待千世祖暗袭的风剑，速得风筝合入地秒危机。千世祖，我本非虎门之人，你这个来干做不灵流。错了，是你不能留。哈哈哈哈哈！三好，真实当中，风筝的风筝面临地秒危机，即将起来三虎攻势，使得风筝力不从心。如来不应，好。
兄弟有心，不如红，不如熊，不如凶，不如凶。吴庸义，哦，哼，风声渐起，三叶为屈一念，木叶随着色阴自闭。外地牛为何？啊啊啊啊啊啊！完了！最近七个受挫，暗夜失手，再出魔凶天剑，神功无数，好！你完了，就相当混蛋。就在此时，高峰气象凌乱，心鸟顺龙。今日断四方。英雄啊，哦，王已经得了七名，对，不用，如敌之血已经够呛，此人不容易。可惜，如果不是闹我之身份，无妨我本已是强弩之末，毫无反扑之力，那我也是要埋伏吗？你是的手下已无叫你离开，你就好好点，也好。霹雳魔风。